对不起，刚才有一个客人，情人节快乐。我可以拆开来看吗？谢谢，我也有一份礼物想送给你们。 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。什么人都可以忘，只有你这个人不可以忘。我是来查阅我的 CD 的。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好心，全在那里。什么？在我自己拿？当然自己拿了哦，我很忙啊。自己拿的话，我不只拿一张哦。这么多垃圾！喂喂，快给我！哦。 偷画我的女朋友，究竟何在？我本来打算你生日的时候给你个惊喜的，现在你说这这么多，什么惊喜都没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还给你吧。我生日的时候再送给我。不用了，就当做是找到的礼物吧啊！拿去吧，拿去吧。真的，那谢了。画的真好，不过好像少了一样东西。 少了什么东西？哎，嘿，不要乱加，拜托你！哎，别乱画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呀，早就应该加这个吗？看死了！嗯。
行啊，这样不是更传神吗？整幅画都被你毁了。怎么会？家人是怕跟你表现这幅画的意义吧？你不觉得小双纯洁的像个天使？妈，伯母你好，你就是小双啊？嗯，这是买给你吃的，谢谢你。妈。小双，坐，马上就会开饭了啊，我帮你吧。不用，伟杰，好好的招呼小双，随便坐啊。啊。家伙开始会越来越喜欢我。来，跟我来。那像不像？你画的？文斌画的。没想到文斌画的这么好啊！只不过这两个是什么？翅膀啊。翅膀？为什么画翅膀啊？怪怪又难看。你有见过没有翅膀的天使吗？这个翅膀是我自己画上去的，你就是我心中的天使。喂，你知不知道整幅画画的最难看就是你的翅膀啊？你笑我画的不好，我的自尊心又受了打击，我得报仇。准备一个对不起，然后给我一个吻。你想得美。没有完了，你帮我采呀。哇，这么多菜，我妈除了过年过节以外很少煮这么丰富的菜，这次啊真是托了你的福了。哎，小双，多吃一点菜啊，谢谢伯母。伯母吃饭吃吧。这是伟杰啊第一次带女朋友到家吃饭呢。伟杰呢这个人呢有时候很粗心的，而且啊做起事情呢是不眠不休，我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不过嘛，勤劳啊总比懒惰的好。哎，他从小到大就从来没给我操心过的。哎，吃下。嗯，谢谢保姆。嗯，你不吃虾头了？给我，很好吃的呀。喂，伟杰啊，虾别吃那么多，尤其是虾头啊，胆固醇很高的。哦。鸡肉可以吧？鸡肉可以。哎，你要多吃菜啊。哦。以后我也许会煮这些菜。自己一个人，每当邻居有小朋友过来的时候，我都很爱跟他们玩的。小双，我们结婚以后，你一定要跟我生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哦。谁说嫁给你？你不嫁给我，这样你忍心看我去当和尚吗？你有资格吗？出去哦。等着厨房漏了，下来做一件啊！来，再敲我都不行，干什么？喂，谁叫你煮？谁叫你煮的？我是主厨还是你是主厨？王八蛋，强暴乱了！有说钱就发脾气。哎，你再说一遍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妈做一流好了没有？
你告诉他遗留没有了，化留看他要不要。大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我不想煮，可以不可以？客人在等着呢。啊，你有本事你自己来煮啊。是谁要你多事的？不要以为有总经理做你的靠山了，就为所欲为啊！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有种你回去叫你姐姐也改嫁，帮你找一个靠山呢、啊。你，伟杰，别捡了！现在我以餐饮部经理的身份，要你把全部的订单给我捡起来。就是你这什么态度啊你？你的牛脾气改一改行不行啊？不要以为我是你姐夫，你就可以偷懒。你赌钱我不说，回来还要骂人，希望就是给你气跑的。姐夫啊，这是他自己要走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关不关你的事，你心里有数。那，我现在升了一个人来代替他的职位，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。你升谁了？哎，哼，不用说，一定是那个臭小子。喂，这个餐厅我最大，别说你是代经理，就算你正式升为经理，也不过是服务员一个。没我这个主厨组啊，你们服务个屁呀！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子看你不顺眼，少惹我，有多远给我走多远。哎哎哎！我还没说完呢、啊，是我姐夫看得起你啊，我不卖你的账。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的。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呀、啊，妈。哎，干嘛不去吃饭，躲在这里啃面包啊？忙嘛，随便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了。哎，带了好料来、啊。我炖的汤，本来呢早上是要拿给你喝的，谁知道我洗完脸出来你就出门了。你呀、啊，又做工又跑脱，我这个做妈妈的想见见自己的儿子，也只能在酒店见了。哎，今晚早一点回来，